我
也多少二十几，二十一啊，对对对，没考上，对，没考上，我们那学校，您太废物了，您考上了，我就没考大学，对，不是，你大学生啊，参加高考，参加这高考，二百一十一分都没考上。笑我呀你！人家这要求二百一，人理解错了，他要求是考985分。好，那也分好，你要分太高，人不是这么解释，人解释的是21世纪有一记名著名牌的大学，从八年读月份告诉你们这些大学，你们倍儿牛，然后他们就倍儿牛了。像我们这没考上的，就是让人家催我们。上海大学，对，没错，没错，天津城市职业技术学院。这是一个大专物啊！不是你这西安也别弄天津方言啊！你这是不是大专呀？这人这不懂啊，这大专不装哥们儿，你别的。人家没有这专，在西安这没有专科和本科之分，不许说。那西安人也怎么划分？就是大学，我们都是大学生。再说今天打不掐了。啊，就统一你这个大学生，我们都是大学生。什么专业？我会计，会计，会计，会计属于哪类？会计属于哪类？会计，会计。什么计算机？就是发工资的地方，对。那你对我来单位人家是银行，对，就是发工资这种，就是都归我管。那你为什么不去银行？因为银行不用我。不是，你不学这个专业的，你就进银行有多久？这个单位会计能提高吗？对不对？当然不用进啊，我这不用，这就跟我跟郭老师说一样，郭老师你好，我学会计，我想给你当媳妇儿，可以吗？对，不用你。那你这理念不对头啊！我也想给别人这发工资，我也想当新娘。你想啊，真的，他有的实在是有的这个，你想当新娘，你才对。对，第一个就是你那叫骚女，骚女排队对，怎么怎么后来慢慢也是。哎，这相声实在是太好了，不错。那你相声这个段子现在有声有色，有声有色谈不上，中中中。小学生，好！我现在这个演出已经放春晚了呢。我把今天这场演出看得比春晚都重要。这是新人的啊？什么人？我来西安的朝圣来的，祖师爷就是西安人呐。谁祖师爷是西安人呢？我怎么不知道？就是就是西安嘛。
跟过往没关系。今天来的仅仅是我们这些人的衣食父母，我们才是他的衣食父母。他不演出，你们都没看见他，没给他发现是怎么没有衣服，给我了。但是这钱花到我们这儿，都进了师傅的裤裆里，裤兜里了。难道给谁该拿吗？谁也不给。这个话说的实在是太不得体了，怎么说抽水抽水抽点提成就拿走了。对你甚至来说，他现在衣食住行家里边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吃水用的这些东西，吃的使的用的都是我们供给的。那房子家里住的大豪宅别墅，大别墅地上地下十八层，我跟你聊的呢，谁买的？谁呀？咱们买的。好，咱有投入，豪车谁买的？咱买的。好，家里得生老二，第一排不让用支架，支架输了，支架输了。好，他能谁生？我敢说别人吗？那能是谁吗？根本就是分的，支架输了。拿手可以拍，直接拍。哎，之后得纳一定的份子，哎，咱给人这么好的平台让他们来演出。嗯，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相声也在越来越好，越来越近。没错，这你看相声过去哪有剧场啊？嗯，马路边演出，站马路上那儿开始表演了，观众朋友们到那儿也先听节目后给钱。现在多好啊，有剧场了，风刮不着雨淋不着的。说明什么？相声进步了，嗯，社会进步。甭说相声，其实各行各业都在进步了，都是如此，都这样。嗯，你比如前些日子，前些日子洗牙去了，洗牙。你说过去有这行业，我去哪？人哪有牙呀？这什么话？没人在乎，没有人在乎牙齿的安全。对啊，健康卫生没有，有老人的，你也没说。你说洗牙，人没讲究这个。对呀、啊，现在没进步了，有这个啊，口腔卫生这是一种。现在口嘴里边倍儿干净了，要么洗牙，把结石洗下去了，干净特别的好，真好，不容易得这个疾病。对，对，这就是医疗的问题。嗯，包括一些过去一些症状，所谓的疑难杂症，到现在都不用。我原来是大问题，现在叫小毛病。看不懂，你比如过去是在发烧，嗯，这是大病。这容易烧粉的，直接一发烧治不了，过几天成骨灰了。当地就火化了。发烧你要高烧三四十度，三十度得四十度吧？高烧不退，一烧烧个三五天，对不对？你要过去人一烧烧三五天，人家烧傻了，嗯，实在太麻烦了。严重点人家烧没，现在到医院输液打针，哎，对吧？轻一点吃药睡就好了，小毛病不是问题。你就说现在科学是发达，医学也很发达了。比如过去说最怕的是什么呀？开刀做手术，里边的问题外边不得瞧，就怕开刀。嗯，还消毒卫生呢，也是达标。过去医疗水平也没这么高超，一做这十个做手术的，得有六七个的人都有生命危险，这就是细菌感染了。看懂吗？你比如现在。你要做手术也很简单，没多复杂。举个例子，胃穿孔，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谁聊过，或谁听说过胃穿孔，就是这个胃上长小黑眼，有小窟窿眼儿。有的人可能那个男的爱喝酒，喝的高度酒，有可能烧肉了。有的那个后台演员也是什么后台有演员胃穿孔，爱吃冰粉，烧肉了。直到他跟进，那可不嘛，就是有那个胃穿孔这个病症。到医院当天就手术，明天就上班，嘿，就是很容易。比方说傅老师，我，假如傅老师不知道吃什么，可能把那个榴莲皮嚼了，胃穿孔了，哎呀难受，哎呦哭了，哎呀拧着呢，这怎么办呢？我上医院瞧瞧去吧。到医院了，大夫分着人，要问什么问题？我这肚子里边好痛。
不我们家大爷给我哭了，那科把外面挂号去了，挂内科，大夫让我挂一内科，给您，哎，这到那个人家主任那儿，主任好要好，专家好要好，放那儿来，进去一瞧，小伙子哪儿不舒服？这哪儿好？你这不舒服？你为什么不哄我？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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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小伙子，得亏来了，得亏现在来了，晚来你再晚来，别给我再晚来十分钟，怎么着？我就下班了。你要下班，我就挂急诊了啊，我就不非得找你看大夫。胃穿孔了啊，烂了，啊，你这胃大概烂了有么四分之十六。不是，我这怎么了？四分之十，我这都烂到十六了。那么苹果那么苹果的西安真加点当地特色的吃的吃的吃的这个确实是烂的小动物点儿小的像麦芒一样对有的小动物点儿这个导致你现在这块特别不舒服好痛别养着跟我的这块自己养好养做手术吧好做手术今天有时间我今天今天就做好越早做越好今天做手术，明天就上班了，别耽误了啊！过一周再说的话，头七都过了。行，快给我做，赚钱去吧。好，别着急，交一万块钱住院费，好，收费单子啊，医保卡。咱戏这么红吗？看病啊！来吧，来吧，欢迎您吧。换上人家这专门的消毒的这衣服啊，咱们来溜溜的，冲上台，我就穿上穿上，瞧瞧有那个，哎，别在后边挤啊，哎，前面不过的风，啊，看好了，那个去吧，来，拿吧，拿吧，啊，先问好了，因为需要面临开刀做手术，需要麻醉吗？我是不要麻醉的，我是来治病的，不是来给你鼻子怎么的。不是，万一你小伙子有咬劲呢，对不对？你万一扛不过去，我扛不过去，大夫，扛不过去是在家我自个儿就给掏出来。好吧，要麻醉啊？我用麻，助麻助醉，助麻麻大点啊！麻大点，助麻。先说要便宜要贵的，要便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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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那就好了，那就好了，那这个啊，到这儿呢，对，没事啊。嗯，别害怕，嗯，都好，对，简单，哎，好，麻了吗？大夫，我想要麻醉，我没让你给我赔宿便，这便宜，哎呀，我这又麻了，你他妈的，我赶紧给你付，你拍这两下真是使力来行呀，你看看这就好了呗。贵的需要打针，好，打针有危险性吗？先一个生死状吧。生死状，麻醉不要过期了。本人朱鹤松，陈朱凯，本人朱凯要自愿打一个麻醉针，如果打死我，纯属咎由自取。立状人朱凯，好，好，谢谢。给钱完了，我们可以给你打针了。旁边的小护士打这个针管给抬过来了。大劲儿，哎呀！行，这个气劲大。哦，这一针管一辈子。不是这一特别，不是这盒水太多了，这灌进去还没做完，我就尿床了。我喝不了。一边儿，一边儿，嘴里边儿。小的小管儿，小管儿，嗯，啊，上去，哎，我那顶，咱抬一点儿，哎，气
戏票买的来了，有可能弹奏乐队，我花钱买的药水，您给我资助去一点儿。人都得感动你的每一封信，你给我这场手术做的成功，我给你买把水枪。我死了，扎了我，谢谢啊，再扎我，还不期待。
得先把这烂的那块儿捡下去，吃一套。对呀、啊，你梳理梳理，别会烂，不会再生长了。捡下去，四周围围处，打磨一下。哎，打磨完了放在这里，人家有专门用的有鲜叶，咱们位置已经准确了。你打上，按照比例也剪成小圆儿来，差不多。哎，四周围再打。放在这儿，那有一个什么叫专门儿有这粘合剂，一小储气罐，大概这么高吧，上面一个眼儿，如果从皮筋长着，把皮筋拿出来，组织切片就匀了。哎，把胃拿起来，组织切片放在上面，调和，拿一下把四周围的加盐水，旁边小部分还得打出一盆水来，把这个胃放到这盆水里。不冒泡，手术成功。现在这么学做厨师的都少见了，什么意思明白吗？就说现在你这个治这个胃病，跟修自行车一样简单。我说过去修自行车的，现在都能当大夫了。好，理解的不错。那不用理解，那是你很厉害了。夸张的讲，就说现在做手术很容易啊，没这么复杂。就是一个胃穿孔，不叫毛病的。对，甭说这个外伤有谁？什么外伤？胳膊腿儿、四肢、手指头、哪只都没了，都能管，都能治，特别容易。再拿你来说，表叔啊，来西安玩来了，演出在玩，白天没事儿，出去玩玩去吗？对吧？你比如说去回民街呀。先去个秋风林啊，你溜达溜达玩呗。打车，叫滴滴不叫，就由我来出租。正常打车一伸手就把你过去，你缺那个外国人，你这么打车？可以打车，谁也不知道你干嘛，以为干嘛就给人干呢？你站这儿，人家别的车你说你干嘛的？正站着呢，打远处啊开过来的一辆48轮大卡车，拉着大概500斤的货物。还远处缓缓地开过来，他走这个慢车道，就是变道边上啊，缓缓开过来。这是这么说的吗？这大卡车从你跟前儿缓缓地开过，咋就这么巧？你这大马哥也好死不死来的，就卡在了那个大卡车那个车胎的那个胎门里，给镶嵌进去了，正合适，卡着了。车人停了一停，缓缓的开走，车走了，大马哥也走了，人呢？人没动，万幸啊！哎，幸好给拽下去了，这要没拽下去，这个我就走了。一阵地过来，我就摔伤了。当时就这样了，啪没了。哎，大马车子带着一个手指头，按着手指头了。你这不就是？可龙年羊，媚爹媚娘。
什么都能想起来啊。可以吗，一个好不好？可以可以，太棒了。但是得这口话都在前边，因为他需要面临的，他接一个新的，你这创伤面的现在已经感染了，对不对？得需要节制一点下，没问题。因为这波感染你需要从这儿接。哇，不幸之中的万幸，有你们是在这儿接呢。我们老组织期间需要结一个，能接受吗？可以接受。去吧，交钱去吧，大夫。你快交钱，医保卡、发票，给我留这个裤兜。能不能做红包？能不能做红包？哎，这位大夫做红包，先打麻药啊！太太啊，看好了，走！哎呀，把满手红包拿出来交给我。走！哎呀，三四，大夫。我是大拇指的那个，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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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这个动静真是电击惊魂的，按电击，这胳膊都能卸下来了，哎，这边你装回去啊，再装回去，我跑这里就换新来了，这边对呀，真是个捉迷藏的天才呀、啊！没事，您啊，您好，哎呀，我送您个美发，哎呀，能把药都治不好，我心里一创伤啊！这能比原装的好吗？好好好，哎，杨过已经过龙子了。按照正常比例，倒一模一样，拿过来。那就说好了，拿这儿心里边好了，这就好了，没问题。打架能不能动？能动，没什么关系，就是唯一有点小缺点。什么缺点？没有大拇哥。哦。用一个坏的倒模做出来的，真是一个坏的。用谎言去测试谎言，得到的一定是谎言。那道理一模一样的吗？我不一定要那样一个大拇指，这里边那多功能的那种，我发个 X 光线刺死你的那种。那完了，真的卸下来，哎，卸下来，这不要了，这猴子吧。哇，好舒服的狗。哦，这边也得卸下来，好帅啊！我拿这个倒模，倒模纸，大的一模一样，哎，这边你装上，那边拿装上。好了，多大拇指吗？四大拇，就是手心抽一样。有钱人一个大哥，早上开过来了，好熟悉的味道。你看你害怕呀？牛头就走，你是在前面跑，大哥在后边追。没一会儿，你跑进一个窄胡同里边去了。哎呦，也是累，歇一会儿吧。你这墙边正歇着呢，
楼顶正装装修呢，人家有一工人呢，不小心这个檐边上有这么一个大概有十来斤的一条水泥墩子，这工人不小心碰了一下，水泥墩子呢顺着那个墙壁和门儿吧，怎么就这么巧，后天不理，砸这个脑袋正中间，瞬间那脑袋砰进枪子里边了。说我这多好的颈椎呀、啊！哎呦，这玩意儿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连忘了天黑了，天都黑了。哎呀，这哎，看看我连电灯都没有。哦，不漏了，真好。救命啊！你这玩意儿，面部识别也过不去了，现在手机也有指纹锁了。哎呀，还要命了！哪天看哪个司机给你打幺二？我用他，二三十五，刚才还幺二零。你看我要你这么一天，你这司机还开得了？我不是把这人拖了，那后头我必须注意了。哎，人家过来，赶紧幺二零给你，来来拉人家那一个三指厉害。哎，这小伙子好面熟啊！我是刑天，真天津。对，赶紧吧，走路室吧。好，这是走路室来。这怎么办呢？可都乱了，这不是人。那来人干什么来了？先把他捉出来。捉出来也坏了呀！你这个坏了衣服了，得截肢啊！截肢？得截肢？哪截？从这截肢我告诉你，梦想成真了。把电梯拿过来。好，你。哈哈哈，下不去手了，我浑身上下没有罩门啊。坐坏了脑袋里，把撬棍拿过来，撬棍拿过来，自己边拿你进去，把那个马桶踹掉，给我过来，马桶踹拿过来，放我那脑袋边儿，撬棍往上那么一使劲，哎，